前五六年了，你觉得这20年意义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20年对我来讲是非常的神奇，然后真的是一个很奇幻的旅程。同意。因为就像我一出道，其实我就是跟着五六对大家一起才认识你嘛。然后就像刚讲的，一开始其实大家是因为工作伙伴，那其实每个人的个性跟私底下生活也都不一样，其实私底下也很少联络。可是久而久之之后，变成这相处变成就是一种默契，然后到现在，我觉得相处已经是一种习惯。嗯，对，就是习惯，就像我们刚开始主持饥饿游戏一样，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三人一起工作，是。可是当凑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又马上回到那个状态，真的完全不用培养默契，不用沟通，立刻接轨这样子，完全没有空窗或撞墙期这样子，完全没有。就实际上是很久没有碰，对，真正碰在一起，你又觉得好像上一次碰又离不久而已，都就是那种很紧密的感觉。那个是已经是血液里的 DNA 了，那感觉你知道吗？可是我们第一场是在高雄的汉神百货，对吧？就是汉神的汉神百货。然后那个时候我一上台没多久的时候，我的外公就拿着一束花，干嘛？很大一束花就上来献花给我。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是有点害羞，又有点尴尬。只有给你啊？只有给我？那是阿公很省哎，不是都五个人，你一定是给自己的孙子。不是啊，你是顺便嘛？你大叔小叔的差别嘛？你会有旁把旁边的那些插拉两根玫瑰给你，其他的那种蛮贴心拿起来。那阿公有没有说什么？你还记得吗？阿公没有特别讲什么，但那时候我记得主持人，然后还有其实就大家就是在台上讲说，哇塞，许家的孟哲出人头地了，然后就全场一起喊出人头地了。啊，你有什么好分享别的第一次啦？如果回讲第一次，我觉得应该说，因为我那个时候刚退伍，然后我其实还在当兵的时候就加入5566的训练。那时候就要放假，然后那时候公司会要求放假就要回来训练。然后其实我才退伍没多久，那56就开始拍了那 MVP 情人，然后就发了电视原声带。那时候我大概才退伍不到2个月吧。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要去办签唱会的时候，其实我们5个人在车上的时候，我们非常忐忑。因为我们认为说，我们才刚成军没多久，然后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作品，我们就先拍了剧，那剧也才刚播1-2集而已，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人会来参加我们的签唱会。其实之前我又是 postman， 已经有另外一个团体了，那现在加了新团体，就很担心说，会不会到签唱会现场的时候人很少？那公司的人也在告诉我们说，不管人少不少，多跟少，你们下去都一定要用最诚恳的态度面对他们。所以我们在车上很忐忑。结果我们车子才经过，我记得是第一场，好像是在台中的星光三月。我们才车子才刚经过而已，台北 City 是好像还没新闻。对，那是台北 City。我们经过的时候，就看到满满的人，我们5个人就在车上欢，好感动耶！鸡皮疙瘩。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那股力量，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下车每个人都从本来很忐忑，很有自信。自信。对，那一刻我就一直印象深刻。那些。写字的有没有什么难忘的20年的里程碑？我其实对，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感触很深的人，所以我其实每一年都有蛮多感触的。我从第一次跟他们第一年，就是即便是在正式出道前的每一次的培训，跟每一年的综艺，我只要看到他们，我都会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即便到现在是成军的20年，那我每次夜深人静再想想我身边这几位兄弟，我都觉得说，怎么会这么不可思议啊？就是我们怎么可以相处这么久，然后我们怎么可以一起工作，然后一起努力，然后一起面对这么多的事情，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好，讲到未来，因为这次叫2056，20周年56嘛，刚好这仿佛是一个年份啊，2056，我们来许一个愿望好不好？对，就这么约定好了，2056我们再聚在一起，是就在远东饭店，好不好？好不好？那我可以要求坐着聊吗？可以。推得上来坐，你们来看一下。好，刚刚是玩笑话了。假设我们都很平安健康的长大了，2056，他们想做什么？我们先看，孟哲先好。好。对，最硬币的先来。那时候你应该体力最好。我那时候其实也70，也70了。没事，小燕姐都70几了，我慢慢跳吧。OK， 不是，人们心只要心不要老掉。对，看一下。我其实很认真想过70岁到底想干嘛，我觉得应该。会想要可以抱孙子吗？可以哦，差不多哎。其实一定要可以的。一掐指一算，你呀，你的孩子差不多30几年，30岁，但也不一定，也有50岁才生的。对啊，也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有很多事情想去地方可能去过了，或者是有些地方可能也去不了。是，你喜欢大家庭，就是什么？
就是三代同堂，对不对？就是觉得这样很对吧？对吧？嗯，尽管好像抱歉，我想过钱。那你自己要不要再来一个呢？我觉得目前现在这样还不错。你多来几个押宝，看看有几个可能不生啊？你生个六个，然后看总有三个鞋子。34年后，2056，希望什么？哇，很喜欢啊！另一半，环游世界。您当初你那时候几岁？78。Excuse me。我的意思是说，要在2056之前，我觉得要完成，要完成的。哦，对嘛，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年纪之前，你一定要让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任何的圆满，这样就至少是你想要做的事情都有做过，了解是最棒的效果的。好，我希望呢能够开着露营车和老婆到各地生活。你说75岁的时候，75岁的危险驾驶啊！你要七十五岁的时候没有？你像他那还可以坐飞机、坐轮船、游轮，你这样开车啊？不，太过危险。每5年要回去复检一次，你要看一下换驾照，要换驾照，要看你还有还真的查过嘞，真的、啊、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我觉得我想要跟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在野外生活，然后我觉得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讲好，就希望我们两个人退休了之后呢，在各地可以去租一台露营车，或者是买一台露营车，然后就在各地每个州去过生活，感受一下他们当地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真正深入到民间，对不对？不要去住饭店啊，什么的，是吧？很棒哎，很有福利，拿着你们的愿望。当然，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本周日开始开卖，在拓元还有 iPhone。5566的20周年，2056高雄小巨蛋6月11号见，记得 iPhone。他们是前右边，好，中间，好，好，谢谢。这卷轴做的太像财神爷来报喜了。我们要做了一个，哇，这个真的有锁头的哈、哦，要把它放在华贵娱乐放34年。天哪，看我们多用心，好。好，请把它放进去。感动，三位一起把它盖起来，然后把它锁起来。哎，就要你们自己来执行。感动的时刻，好，慢慢盖起来。好，记录一下，记录一下。然后，耶，感动，感动，感动，好有意义哦。好，到时候呢会是5566 56周年啊，是不是54周年？到时候会是54周年，对，应该是的。我比较好奇是这个真的会保存30集，会不会下礼拜在 eBay 上都听到？至少等演唱会结束。eBay 太麻烦了，雅虎就可以了，中文比较好处理。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大家还没有补照片的，OK 了。锁定8大民生新闻，记得按小铃铛哦。